望有些不同，是我的上新视频终于上新了，很激动告诉大家终于上新了。然后这视频呢，主要是分享一下我的新款上衣，就是这一个黑色的中袖。这一件呢，是我做了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。我觉得这种衬衫呢，真的是每个女孩子衣柜中必不可缺的一个优秀搭配，颜色真的是非常好穿，不管是单穿或者是搭配西装、衬衣或者是白客呀，都是非常好穿的。气型瘦也凸显我们的气质，因为我觉得越是基础的款式，越经典越经久不衰。因为这个灰色 T 恤真的是不容易过时，是不是？看看我家的法斗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来啊！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给大家看也是个人心得。第一套呢，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、非常经典的一个黑色系搭配，这身真的是非常的显瘦，又显高，我外面搭配一个黑色的西装，这样一身呢有没有一种大方又有种的感觉？气场。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第二品牌，第二件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裸色，非常显气质和显白的一个颜色。同样我外面搭配一个黑色的西装，就是另一种味道了。这个比较特别的颜色贴合我们的肤色。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第三件，第三件呢就是一个稍微偏咖的一个颜色。这个颜色是我斟酌好久的，是在裸色跟这个颜色之间，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把它保留下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非常特别，中间还有点杂色，让我觉得上身非常非常非常的。这边搭配这个裙子呢，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新款，是一个比较修身的一个鱼尾裙，一身的时候特别显修长和显气质。这套呢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套，因为它是一个淡金色系，我个人是一个稍微偏黄的一个皮肤，这个颜色对黄皮非常友好，因为它可以衬托我们很显白，然后就很显气色。下面我们要搭配我们家的一个半裙。我们的新款牛奶，希望你们喜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